放啥那个飞霜炉啊，还有那个装那个东西起来呀、啊。这样。哎呦，厉害吧？很重哦。哦，来重。你不要太厉害了不？厉害吧？这是什么？微波炉。哎，你哪次买的？一起装，那你装啊？这个是什么呢？那手套啊，给你装那个东西的。是吗？嗯，对，还有这个。你要我来捣乱，还是要我来装？就是呢，第一次我买的时候，我就是我自己装的。装的挂主机。对啊。嗯。那就是很累的了哦。嗯，那就是你装了。那阿斌他这么厉害，看阿斌来，我就帮他打下手。我都装过来了，我帮他打下手。嗯。我就专门拍给你的。真的。真的。我就给你上次下面那个你叫阿欢看是吧？不是，上面我叫的大人。你说叫的大人那个。好费材料啊。是啊。那个费钱费材料，这个100多。啊，那个他500多。500多，材料是材料钱。材料钱500多，还不算工钱。嗯，哎，不算工钱。哎，大龙。嗯。这是你的。他那个材料好。哎，你管那么多。用的就行了啊、哦。这是哪一根？不分的吗？不分的。哎呦，这个有一点。哟，被压坏了。嗯。去快递，放回去。哎。哎。又是放菜的是吗？嗯。你放什么东西？你那个可不可以撕掉这个？可以的。可以。哦，那就撕掉它。一样菜放一个格子这样。嗯。可以放微波炉啊。戴手套，不然他等下还割到手，懒得说。嗯，到时候都懒得看。嗯，没事啊，割到手他就买点好物来补。你想得美呀！他那么抠的一个人，他会给你。就是啊，他给你补了，我要戴手套起来。你不相信是吧？人家为什么要配手套？就是这样了。这种便宜货还割手、啊。完了，你表哥看到又要说抠风。买的。废话，你要。配个手套的给你干什么？你不听老人言，就是了。老人说的不，他是不相信的。他非要他割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知道了。不相信了哦。啊，干嘛要这个？哎呦，看来你没有手套，你不做了，给他做了。不是啊，可以了。我给一个，给你。我要听老人的吗？我讲一点。不要，我打到手了，没有菜哦。那不行了不？这样不行了不？倒车。最好是不要叫我在旁边哦。你看，便宜货就是这样的了。便宜有好货，第一次发现，便宜货太好了。也就你说是好货、哦。那你把那扭的，先把它扣上去先就行了。飞不放好先，你扣了，等下这边要放好先再扣哦，不然等下固定不了。好、哦，这边够了。嗯，来，这边。好啊，装上去才发现它好啊。这么重？啊，这个好重啊，这个。真的？嗯，有50斤。可能有，没有100斤，就有50斤了。我的气功都逼出来了，真的。嗯，你看放在这了。本来放多一点哦，这下我这里。哎呀，来，我看重不重啊？不重的，很轻的。对呀。我放了10斤重。你搬家。摆满了，摆满了。现在是在这里，明天就不一定是在哪个位置了。你这种人摆地方是这样子摆的。这边要做什么？要，要，这比较好的吗？这是骨头的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等下不就可以摆在这里了？是吧？这个讲
158块钱，你还想要多好？158哦，够好了，我那个100块也够好。158够好啦，单身。哎呀，放地方多又不用你去。把那个水放上去，放上去。可能是假的吧。哎呀，吓得你随便压。讲的我买的这么假。他说了。没有这么假的哦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给点面子行不行？哎呦。不放进去啊。啊。哎呦，放进去吧。不要。哎呦，放上去是不行的咯。不好意思。哟。来，你看，这凹下去了。做人是不行的，放东西可以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的，安人打之累。你看他。Hello,YouTube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